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2020嘅毕业生陈子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2017年毕业嘅谭希尔。咁我系51届毕业嘅胡展希。大家好，我系2021年嘅毕业生，咁我叫胡浩林啦。咁我而家喺香港中文大学度读紧书嘅。咁喺全员最深刻嘅事咧，就系识到一班好嘅朋友啦，特别系当年六 D 班嗰班 friend 啦。咁另外就系好多老师都好鼓励我啦，令我建立咗好多自信心啦。佢哋好鼓励我去做自己中意做嘅事啦。咁讲起喺全中学最开心嘅回忆，一定系踢社制足球比赛啦。咁同一班同学玩真系好开心啦，再加埋嗰年真系气氛好好啦，好多老师同学嚟睇啦。咁真系好想再翻去玩多一次。咁我同埋喺全中学踢足球队都踢咗好多年啦，咁每年比赛同啲同学一齐，嗰团队气氛都好好啦。呢个应该系我喺全中学最开心嘅回忆。咁啱嘅，咁我都睇全中学里面咧都踢咗好多年校队，我由中一咧都踢到中六啦。咁啊，最有印象、最深刻咧、最开心嗰年咧，就系我哋2015年咧就杀咗四强啦。咁啊，当时都有唔同嘅学生即同学仔啦，同埋有老师嚟支持我哋啦。咁啊，能够代表到学校咧，可以去到有攞到奖嘅时候咧，都系好开心嘅，都系觉得好光荣嘅。哇，你真系好劲！讲翻全咧，我就非常之中意咧嗰阵。可以成班人一起玩、一起读书的时光，尤其是而家上咗大学咧，你未必会有咁大班人一起咧。咁所以喺中学嘅时候，嗰段时光系十分之难得噶啦。即系可能大家温书嘅，即系大家上堂嘅时候，可能一起喺度玩、听书，或者食饭嘅时候，最后一秒先冲翻嚟学校噶啦。咁呢次咧，其实你喺中学毕业之后咧，你未必仲有机会去经历到啦。咁所以都成为咗。在全一段非常之难忘的回忆。最后就是祝全员53周年生日快乐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就祝全员中学呢53周年生日快乐。我知道今年是全员53周年，所以我在这里祝全员53周年快乐。祝全员中学53周年生日快乐！耶！祝全员中学生日快乐！耶！祝全员中学生日快乐！祝学校53周年生日快乐！祝全员53周年生日快乐！全中学生日快乐！全员生日快乐！祝全员中学53周年生日快乐！耶！祝全员53周年生日快乐！祝全员53周年生日快乐！全员53周年生日快乐！全员53周年生日快乐！徐伟思生日快乐！祝全员生日快乐！全员中学生日快乐！全中学生日快乐！53周年生日快乐！全员53周年快乐！全员中学53周年生日快乐！